现场朋友们，世界音乐以及我们世界舞蹈国际艺术规格的夏季235仲夏草原的音乐会。那在我们今天呢，现场的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很高兴哈，那台湾夏季235哈，那我们今年哈延续去年哈升旗铁马有北回哈，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仲夏草原音乐会哈，我们从古柏瓦开始哈，到达靠一路这样上去，阿里山处处是风景哈，到处都是值得大家慢慢欣赏的一个地方。今天的典礼只是一个开始哈，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呢，能够让不只是我们全台湾的民众，也让亚洲的民众，甚至全世界的民众呢，都看到我们嘉义阿里山地区这个观光的热点啊，在这个出口地区啊，不仅是只有观光的，我们还具有生态的，我们还具有这个自然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哦，都集中在我们这个阿里山的入口门户出口这个地方啊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哈。